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这部影片来跟大家介绍魂将的无限挑战最后一篇火烧连营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微笑目前打出的最高分数是205万，那我们这幅榜一也是用同样的阵容来到了207万，快要接近210了。旁边的难度系数是全勾的170，试炼加成的部分周瑜点到5火，多余的点数就来点生命还有攻击。阵容则是画面上的这套，非常的亲民，不用任何魂将，那限定角色只有诸葛果一只而已。唯一的要求就是专武的部分，蔡文姬华佗必须开满，那今天大乔你们没有开满也是没关系，最主要的还是华佗跟文姬。潜能这边微笑就直接给大家看，有需要的玩家可以暂停照抄即可。战魂的部分，周瑜带上弱点突袭，其他的武将通通是战意勃发。这次的神兵不用使用到葫芦，直接扇、刀、枪，那有和氏璧的玩家可以取代掉扇子。灵宠的部分非常的简单，清明三件套，比翼、夫猪、龙象，那今天有玄武又或者是说白虎也是可以丢上场的，分数都不会差太多。那么本次的无限挑战魂周瑜篇就说到这边啦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看到了就会回复。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